好傻，这个很蠢吗？屁，不是，男生好像一般不能这样做。他们说男生这样做的话就是会扯到蛋还是什么的，就是反正这样做是很难的，只有女生可以这样做，这是女生的特权。不信你们可以这样试一下。原谅你。那我最后一首歌唱《易燃易爆炸》吧。我就好了。你来了，离我不到一程。你的笑又温柔又凄凉，这一次是谁让你受伤？那一天雨下得好心慌，憨憨的你睡得一脸安详，顽皮中伤情依然倔强，感觉你是我的婴儿一样。那一夜我哭得不声不响，保护你会在你身旁。谢红烧法拉第。分分
这首歌叫《婴儿》。